先预备瑜伽垫、十包纸巾和一个篮，你亦都可以用屋企的小物件代替。先用水桶、盒或者井等等圈出投入的范围，将最多物件投入去范围之中为胜。首先坐在瑜伽垫上，脚踭垫地，上背和头部躺在瑜伽垫上，上去的时候上身屈曲。这个动作主要训练我们的腹部核心肌肉，你可以感觉到是用腹部去发力，然后慢慢躺下。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要将下巴收起，保护我们的颈椎。上去的时候拎目标物件投入去篮之中，然后躺下拎纸巾，重复以上的动作。